Marvin，我是海南熊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怎样做那个风效果线哦，风位哈、哦，其实很简单哦。首先你先把那个 ruler 点去 ruler 那边，因为你是中文版呐，所以你看一下那个位置啦，或者你直接翻译一下，所以你可以到 special ruler 这边，special ruler 就是我们做那个速度线的地方，OK，速度线的地方啊，所以你应该知道会在那里，OK。那这一次，你点那个速度线的地方，你不要用 focus line，你按下来，它有一个叫做 focus curve 的。那 focus curve 也可以做什么东西耶？你就是点了一个地方，再点它，然后点第三个点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线条就变弯的了？OK，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点了，OK，它就这样子的出现。那这边就是说它的是中心点哦。那你做好这个动作之后，你接下来的线条你都是 curve 的咯，不过因为这个我画得很丑啦，所以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把那个 curve 调成你要的位置，这样子就应该做到。再试一次啊，，OK，这样子就应该做到你讲的那一个线条了。所以那个缝线大概是这样，很简单的东西。你看一下你的位置有没有对，或者是你直接把它翻译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